刚刚我们好像差点撞到一只狗，现在我们给它倒车回去看一下，感觉好像撞到了。稍等一下。嗯，在这哦，就是它。这个真是一个小狗。它长得好像一个博美哈，它是看见吗？哎，我车上有个酸奶，你要不给它拿拿过来给它？先把这个好吧，给我。不要忘记我爱你，哇，脸好脏呀！刚我摸它，它那个毛很膨胀，但它可瘦了。要是我心中的好可爱的，是不是跑出来的？跑丢了。这上下也没有，没有人家呀。不知道呀，没有项圈，应该是。那我就看到了。这瓶倒了。是啊，喝了。他还让人倒吧。他挺粘人的。对。嗯，身上腥臭腥臭的。嗯，你看看，对呀、啊，它已经好像都泥汪汪了。主要它在外面啥都水也喝不到，这刚才差点被在马路上跑，待会儿都被车给压到了。哎，我们给它带回去吧。家里已经有那么多狗了。嗯，你看，你就放着放着吧。你给他酸奶给倒一点，就酸奶就在留着，他自己知道喝的，饿不死的。嗯，就放着放着吧。嗯，不吃了。让他喝这个酸奶，我们走吧。再给我多一点时间。哎，冰棍。跟着我。哎，要不给他带回去吧？你看他，挺喜欢的，一点都不咬人，那么乖。走吧，带着吧，上车。我们要回家喽。那我说话了，他那个眼睛看的是，他是挺喜欢你。我感觉也是。对。而且他肚子好瘪，估计好几天都没好好吃饭了。回家给你好好的喂狗，然后吧，回家给他起个名字。想叫什么？嗯，他长得那个毛茸茸的，那叫灿灿吧。灿灿，哎，他长得真的感觉好，跟名字也好像，灿灿，金灿灿的。我们想名字想的好快，叫灿灿。你对我的赞许是我最大的幸福，可是你要我怎样忘记你留给我的回忆？不要忘记我爱你，不要忘记我想你，只要永远在你身边，无论生命多么短暂。拜拜留下一颗种子在他，这只狗狗的名字叫灿灿，是可爱一点，是可爱一点，和我说的，准备好了。